近年来，国军致力推展优质服役环境，除了积极改善硬体设施外，各类社团活动也逐渐在基层部队推展，呈现不同以往的样貌。官兵在严格的战备训练之余，借由多元丰富的社团活动，有效凝聚团队向心，提升部队士气。正因为国军各单位属性不同，社团活动在官兵的巧思下，还能结合部队任务特性，寓教于乐。今天我们的镜头就以陆军装甲第586旅为主角，看看他们如何推展社团活动。586旅是一个装甲旅，它是主战部队，就是任务比较重。那在以前的部队里面，除了军歌的声音、操课的声音以外，我想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了。那我常常有一个想法，当部队在从事战训本务，在提升战力的这个同时，我们的部队能不能像家一样的温暖呢？在营区当中生活的这些部队的伙伴们，能不能有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学生时代的活力？那自从推广社团活动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部队的欢笑声变多了，比赛的加油声变多了，那这些的声音，那又代表着人的心情变得能够比较愉悦了，这是最大的改变。我从小居住在社区，接触到战鼓后，便加入社区的新民战鼓队，学习至今已有20年之久，从来没有间断。而战鼓自古作为战志激励的一种工具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因为自己喜欢打鼓，因此也希望能有更多人能接触这项传统技艺。成立战鼓社团，是希望能持续致力传统文化创新精神，发扬战鼓文化，同时展现我们装甲586旅的精神战力。未来期许中山战鼓社能持续用表演，让许多年轻人感受到国军充满活力的一面，让大家知道从军的旅途上依旧能追逐自己的梦想。乐活社团最主要组成的是由爱心志工社、手工艺社以及吉他社所组成的。平常我们都会利用这个社团活动的时间，去到这个特殊教育学校，还有安养院，甚至育幼院、教养院，然后以及图书馆，实施这些我们的社团活动。最主要，这个社团活动的推展，也带来我们这些官兵有很多正面的形象、正面的感触，以及回忆。我是中山垒球队的队长。那旅上的垒球队于很久之前就已经成立了。那当初成立的原因是因为旅上有蛮多喜爱打垒球的同仁，那我将他们集结起来组队。那我们平常除了在里面社团活动的时间来练习之外，也会利用假日的时间到外面参加杯赛或联赛。那之前有参加的许多比赛，这些比赛都有良好的成绩。我是出生在台东，我本身是阿美族的，台东的阿美族。我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家族就搬移到台中这个地方，所以从国小一年级一直到现在都是在都市这里生长，所以也比较少接触阿美族的文化。很高兴在我们586里这个单位有推广很多的社团，创立这个社团是想要让部队里面的原住民都能够了解自己族群，还有认识更多的知识文化。我们战机队里面成员最主要是对
战技上面有兴趣的人员，或者是体干班的一些人员，然后一起共同研究里面的战术技巧，对我们事实上的帮助的话，除了我们强身健体的话，在我们战术上面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临场反应就会比较快一点。因为现在的国军未来战争就是一个城镇战的战斗，所以在近战的时候，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优势。是。社团对于部队来说，不管是招募或留营，它带来很大的加分效果。当你社团发展之后，大家会觉得，因为这是他喜欢的事情，又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留在部队继续来玩社团。你还是可以晚上还是可以听到打鼓的声音、弹吉他的声音，哦等等的这个音乐的声音，大家更把部队当成家了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向的，在社团上面得到了一些纾压，找到生活的重心之后，在他身心平衡的状态之下，我们从事战训本务，你会发现他的专注力更高了。所以说，社团活动当你推动的好，人过得愉悦，然后能在生活上找到重心，进而影响到他身心的平衡的情况之下，战训本务更不是问题了。